1936年，江木林校长在看到北方很危急，天津南开中学啊，那个地方已经生活不下去了。因为天津南开中学是抗日的急先锋，轰炸的时候啊，天津是第一个就是轰炸的。天津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，炸在了已经那个地方不能上课了。抗战期间，除了工业企业迁往重庆，大批学校也迁到了重庆。1937年7月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平津沦陷，天津南开校舍被日机轰炸焚毁。随后，天津南开中学部分师生辗转来到重庆继续工作，在大后方开展教育工作。抗日战争前夕，张梅林校长觉得北方很危急，就在重庆建了重庆南开中学。张伯苓，中国著名教育家，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，创办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，接办四川自贡曙光中学，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，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。这个房子是原来张校长的住的房子。张伯苓校长，那我们进去看看。好。哦，是这里了是吗？对。南开学校，这是南开的小学。嗯，运动军人，日新月异。所有的南开学校都是用的这个八角灰。就是这个校徽。当天津南开中学被炸了以后，嗯，蒋介石先生就是把电报给张校长，说有中国就有南开。